好，我是二年一班曹可玉。很谢谢老师跟同学让我代表班上参加优良学生这个竞赛。关于优良学生的部分，好像要讲讲优秀的事情，可是我没有什么特别优秀的事情。但是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可以这么说，我觉得我自己还蛮认真努力去做每一件事情。然后呢，尽量呢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，尝试找到自己的兴趣，所以我喜欢的东西也蛮多的。然后因为我对很多的东西都有兴趣，所以我在校外跟校内都参加了蛮多比赛，像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外交小尖兵，然后呢还有学校的什么像优良竞赛这种竞赛，我都很愿意参加。然后同学们有说我愿意常常帮助他们，虽然我觉得好像没有到很长，但是既然他们说，那我就相信那是我的特质的一部分。那希望如果你认识我的话，希望你可以投我一票。但如果你不认识我，然后你也不知道投谁，那你也可以投我一票，因为我觉得应该不会让你后悔。谢谢。